因为倒春寒的原因，水管呢今天结冰了。我们这个水泵呢，在工作了两年多以后啊，嘎，给抽烧掉了。在网上订了个潜水泵啊，今天我们来更换一个潜水泵，哎，一起来相互交流一下啊，关于潜水泵的安装。哎，这个潜水泵啊，把老泵的这个头啊，两头，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的这个头给它取下来，缠上这个胶布。这个泵呢，其实在网上买还蛮便宜，我之前的老泵啊花了400多，这次这个呢在网上买我是花了200多块钱，我感觉还蛮划算的。这个水泵啊主要就是密封，进水口也好出水口也好，主要用这个密封胶啊，一定要给它密封好。其实没有别的巧啊，就是你直接拧的时候把它拧紧就行，不拧化湿呢，拧紧就可以了。拧紧了以后啊，咱们再放个垫圈，把这个进水口和这个出水口啊，咱们给它拧上，就是拧紧就行了。拧紧了以后，底下搞个什么东西把它一垫，放稳一点啊，然后的话大功告成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有些东西啊自己操作自己动手，且丰衣足食，插上电源试了一下效果非常好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